操，阿冰居然玩奥恩，我操！是冰来吧奥恩嘛？我感觉要么都是酒桶，然后酒桶怎么个奥恩出来？对啊，再来太变态了。对，感觉要卖皮肤了。我来了，我去，火车来喽，直接卖皮肤。我已经买了，我都用过了，昨天。下回去肯定抢不过梦了，感觉刚刚抓上有了。这样没有野怪刷，上溜很慢。奥恩最爽的就是 QW， 然后那个 Q 帮他把易碎顶出来，那个是最爽的。蹲到了，哎呦，打起来金克斯肯定是厉害的。终于来了，艾欧克把一用了两兵一啊，没送招哎，直接过来烧过十两个了呀，全炸了呀。死之前还亮个 BDG， 很专业嘛。什么时候掉的闪啊？就是你如果技能砸线了，站在安全位置，他技能也不敢砸你，因为他砸你，他只要一旦砸了你，那个线他就烂了，就直接被推过来，最多磕贫血嘛。啊，这狐狸很厉害呀、啊，六级狐狸。哎呦，来了，这波架打起来，狐狸要收。哎呦，岩雀，先大一下，封一下路，然后哎，怎么在这里啊？这个是不是这个是吗？喂，金克斯这波怎么说？致命节奏叠满，在黄电插油温。哎，不把这叫金克斯帮他玩？觉得满血金克斯欧印不掉啊？那还是抓蓝的来 P。哎，到目前为止是不是蓝色方都赢了？就不算这一把。好像我记得都是蓝色方赢。是，好像是。是吧？好，反得很高。这一把要是 NIP 赢了，今天就是全蓝赢。生气。够好了、哎、AQ AQA AQA 穿梭闪闪行、回去了，回去打你了网路。哎，下路林警官彩翼绝版直接死了，把牛头盯住。哎呦，哇、反应直接连泰坦吗？哎呦，等会儿，怎么欧恩不帮挡钩啊？对吧？欧恩怎么这把一滴嗨死了？乖乖，这不对了，泽利这样死一波真的很伤啊！欧恩直接嗨人家不？兄弟，换大节奏这波。嗯，找机会。喂、哇，好稳定的连招，乖，有点帅。哇，好稳定的连招啊，这个。对，感觉他快，狐狸就得这样玩。不正常什么 R 过去就一了，他是 RQ 什么 W 就再一。对，哎，又等会儿又吃牛肉，吃牛肉，吃顶级牛排。哎、怎么说？哎、没死，没 Q 到，闪现 Q 闪杀。后续能凹奶了吗？凹人员。一波中小。有羊，有羊，羊。Rookie 没闪，要看 Rookie 吗？哎，怎么中 Rookie 啊？没中 Rookie 这波。不知道他没闪，他觉得太远了是吧？太远了可能。他觉得队友跟不上。我真的不是奥恩领先奥有两级对位。哎，抬下来了，死了呀，没闪的，送了呀，还差一下大石子儿，哎，金克斯吃了也行。应该三抽应该不怎么值钱。主要是牛头英雄很烦眼圈啊 ，W Q 不出来啊，会就是破嘛，这样抬下来的，就是把我抬的。牛头 W 摁不出来 Q， 被眼圈晕了。哎，如果 W R Q 呢，也连不上。连不上人，就只能 WR, 会直接被晕，就跟 W R Q 闪，只能这样是吧？这波 N I P 不好打。对，这个阿文往前顶，抵消你控制。假球他现在是十秒还是八秒？哦，已经好了。刚好了，来拼城，拼城，城泽利了，没被秒了，结束了呀！阿文羊来顶，哎，羊过被夹了，被夹了，被金克斯夹住了。无所谓，泽利要起飞，泽利还在射。还是转，就他那个二段大放不出来，因为他那个二段大算位移，所以他放不出来。没闪了，死了呀！余震，狐狸，哇，伤害低的发昏，再亲嘴，哇，我离伤害美如画，送杀人书加送人头，这波标记赢了25层出来呀！哇。哦哇，烧嘴儿，哎，着了 ，TP 过来和中亚重叠了，坏，非奥恩吗？非奥恩，奥恩有羊，后悔，哇，这个位置羊无敌了呀，来，叫羊，羊来，喂。
结束。爆炸！爆炸！爆炸！太好了，没了，没有下一把，败者组，败者组了，没事。NIP 还有机会，恭喜 EDG。来接骄阳，我扫了仙顶，再接金直接就死了，绝杀之连招，那一波了呀，这不是阿闪吗？阿闪，阿闪儿就瞬间瞬间闪现，阿闪啊，这个很难反应过来的，这个太快了，有点速度。乖乖，就来真的今天。别动。甚至阿斌有点变态，感觉确实。阿斌有个蓝盾，哦，一千大米没抽，抽一个，怕忘了。我就拼命了，拼了吗？得来吧。梦魇有关的闪现咬生气来了，牛的别扭狗巨脆，变心了，脆的发，别想理他，还，我怎么别想理他？是吧？我不清楚，50%以上吧，应该有50%以上，肯定有对吧？哎，但是好像没什么影响吧？哎，奈特加六中，都加个中亚，还能跟他伤害。奥恩 RNT 打去 RNT 下路了，看火来要游龙铁环肉的游龙不掉血假修，大马上好了，奥恩大好了，先撞再撞，再二段叫中亚躲要被压起身，未有 Q 兄弟，他在对面高地像在游乐场，对。可是那波送了个下塔，又人头很关键啊！对，狐狸波波，哎，这确实，哎，对，这样看的话，七八十个就有，就是下路那波那个啥，对，上机上路那波送了个大的，主要那波，差点忘了，太阳月怎么说？风帝哥出来了，想射，哇，真的只能赢一把，还是做不到吗？哇，这把。奥恩跟狐狸真有点夸张，还行，预测对了，确实是3-1，没事，还有复活甲呢，就是打明天输的那个，对对，明天是滔博，滔博打京东 ，NIP 将遇到的对手也是有点 PT， 又有点 PT。这两个队哪个队下来感觉 NIP 都很难打，对啊，是